上擂台。什么查某囝拢咧引导就对了，对吗？你甲阮查某囝乖噶，小学无读册啦吼，啊唔听我的话啦，讲要甲我断绝某囝关系啦，啊若无就要自杀啦，安尼叫做爱。我讲一件无可能的代志啦，无可能的代志。伊自细汉小三无爸爸，哦，我会使予伊爸爸。东西甲精神，啥物你都无可能，无可能个代志。你查某，你根本就唔知影你查某囝在想啥啦。你搁甲赶出门，你安尼害你查某囝惊伊转路，你知影无？我当下关注，你知影无？我当下关注，是无？我什么时候敢啊？你家己去问伊。啊，你刚刚是真心相爱，你请你先转我，好不？好不？拢免讲啦，好不？你先转我，好不？讲无可能个代志。你慢慢冷静一点。不可能的事，你跟我查某囝行我啦，啊不可能跟查某囝行你啦，你凭什么不可能？因为我跟你查某囝是真心相爱，你查某囝已经满十八岁，有家己有家己的思想。不可能啦！你叫啥啦？你叫啥啦？你叫啥啦？你为什么要打他？你叫啥啦？我起大喊。好，今麦今天出来，这是什么人？我查某囝。小三。系啊，我是你妈妈呢。可是他，我打他，你看不惯。如果我是被他打，你怎么样？你要怎样选择？你哪懂？你不要酸甜。你在我难过的时候，你陪过我吗？是他陪我哎。三秒极短，三秒极短。你怎么没在乎我吗？自己讲啊，你在乎我吗？我若不在乎你，我想送你读书，我想要你受高等教育哈。你来骗到高高生，还你办小事不爱读书，你讲伊好人，伊是歹人，你讲伊好人。妈妈要救你，妈妈爱你好，你讲我歹人好人。可是我得忧郁症的时候，你有在我身边吗？是他陪在我身边嘞。得忧郁症，你哪无阿公，我哪唔知？你啥无阿公？你得忧郁症？你看你自己都不关心我了。我爱趁钱，我爱趁钱，你知无？你敢知我的情况？李太太啊，你知影无？这段时间，吼，一到我家，食的、住的、穿的，拢我家负责，拢我家负责。你知影无？我替你去饲查某囝嘞。你在屁！照你讲，照你讲，是不是你爱感谢我？今仔日恁查某囝，恁查某囝会自杀，会安尼？你敢想？会发生今仔日的情形？你敢想？你爱非常大情形，你知影无？你根本就唔了，无了解恁查某囝。我啥？你一点点啊都无关心伊。我拢唔免你操烦恼，我只能我查某囝我家己饲。我甲你保证，你查某囝会幸福。可是他真的对我一定会好啦。你莫讲戆啦，查某囝。好，你是在跟你骗的啦，慧敏，慧敏，你还是要让你女儿说一些话，你唔当一味的，因为你也知影讲，伊的忧郁症，伊自杀的时候，你拢无咧辛苦边，想到来变到这个原因，你唔得惊，你惊你要来厘清的代志，你有小三来，小三来，小三来讲一下，你真的爱上这个男生吗？我认识了他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快乐。可是，那我妈跟我妈在一起的时候，她把我绑得很死，她不让我跟其他朋友出去，她关心的只是我的功课。所以你发觉你跟建豪在一起才有快乐，对。可是你不知道他结婚了吗？不知道。知道。他现在他说他为你而办，他说他会跟他离婚。你相信他会跟你在一起吗？我相信。你哪只戆？你相信你哦？不可能的代志啦，没你上个天啦。他一定有他的困难啊。什么困难？你为什么不能就相信他呢？你两个，你给他一次机会不行吗？你两个差几十气团，那又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这样小三啊，你当时为什么会自杀？什么原因？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在拼功课，就为了怕被他骂。是怕被妈妈骂，所以压力太大。压力大。然后那时候我完全没有任何一个朋友，我每天都躲在家里哭。可是他都不知道，他没有关心过我，我也不想。可是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好，我们不要回忆那一段痛苦的日子哦。那慧敏，慧敏妈妈，你听到女儿这一段，除了指责之外，你没有你的心疼吗？我们现在看出来都是一个很严厉的妈妈。对，女儿可能现在需要的是安慰耶，你才能把她拉回来耶。我是为他好，是我们我要让他读书，是因为我家己关心无太阳你这一切，他现在很苦，所以我希望他。以后不要跟我一样的人生，对，我希望他的人生是比别人更好。但是你没有看出来，你越凶，你把他越推出去，他需要的是你的温柔啊。你未来妈妈，妈妈会好好照顾你，妈妈会听你的心事，你有什么事跟妈妈讲，妈妈从今天以后会好好的听你，
心里想什么。你要知道他已经有老婆，现在虽然你也觉得相信说他会为你而分居，将来可能会娶你，可是你现在目前还是个第三者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成为第三者，我也很无奈啊，我没有办法。你是因为无老爸，所以你可能是你家心理上你敢有搞清楚？你有可能是家当作哪老爸的爱，你知无？你敢知影？我没有，我是真的爱他。有一天啊，已经发现你是妹夫啊，你知无啦？你已经是好友呀啦。好，那什么叫做爱？什么叫做爱啦？反正回家就对啦，回家就对了。妈，我真的回家，没有可能的代志。我跟他在一起好不好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27岁，当你哪爸都可以了。年龄有什么问题？他对我好就好了。年龄什么问题？年龄什么？等到10年后你就知道年龄什么问题了。我觉得慧敏妈妈，不好意思，可不可以听我说一句？我今天代表小三，就是比较年纪轻的立场好了，就是因为。可能因为你们是单亲家庭，所以你觉得你身上有更大的责任，想要把小朋友教好。可是长辈常常会有，都是因为为你好，为你好，然后什么都不不不。可是对于小朋友来说，他就会想说，我要去试，为什么我不能去试？我就是要去试。所以有一句话叫做，皮球打得越大力，它会弹反弹的越高。他还小，外面的险恶他不晓得，我是要保护他。等他长大一点，等他大学毕业了。他要做什么，我都按他的意思。你可以给我我想要的吗？可以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那我想要他，我想要跟他在一起。那个是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你在为难我嘛？你知道我为你好啊。可是你不是说你什么都可以给我吗？我什么都可以，就是只有唯一他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怎么可能啦？年龄层差这么多，你跟他在一起真的有爱的感觉吗？就是男女朋友那种爱吗？可是跟他在一起，我觉得很温暖啊。温暖是男女之间的温暖吗？还是可能有移情作用，像爸爸一样？对，有没有？你是把他当爸爸那一种爱啦。好，小三，那你现在决定，你是想要说跟着妈妈这一边，还是要跟着男朋友这一边呢？我想要跟男朋友在一起。想跟男朋友在一起？没可能的代志，加班。哎呦！长得讨厌那么老。他给我钱呢，他是你爸，还是不可以这样讲啊？他根本什么都不是，好不好？好，讲话都要客气一点。你给我闭嘴！老三是关你什么事啊？啊！你给我坐好，这边没有你，没有你的事。他是哪个派来的女人？你给我闭嘴！他是哪个舞厅？这边没有你的事。他是哪个酒店的？他还非你过我。啊？谁这样的？你才不够格嘞！小宝，他摸我胸部，摸我屁股。你敢说没有？没有。你敢说没有？没有。你。竟然做这种事情，你要怎样？竟然做这种事情，听我说，我帮你鉴定过了，他没胸部，他没胸部，他没屁股，你敢他没有胸部也没屁股，什么料都没有，你可以丢了啦。你这很不要脸啊！什么不要脸？